好多是有的，这这你看，手镯手镯好，这这你看，不是这里来，来，来看啊，好火哦，啊，经典来，对不对？哦，白白，我的天哪，我去，啊，叫东西，这个好看，哇，看一下，小花嘞，看一下东西，小花，哎，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么贵，叫了不啦这？这个手镯肉质好冰啊，你看，经典来，对不啦？这么多女的，全是漂亮花的，哇，这个手镯真的好漂亮啊，这一个。 啊，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阿弟，再看一下啊。老久了，价格好好看的。哇，这个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手镯了，肉质又细，好干净啊。听说卖开心，压的都还没有纹理。这个的话是泥鳅背的啊，哇，姐姐们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每一只的话都是又娇又润的，这个圈口的话应该是55、56之间的啊，还有57，这个应该是57的大圈口。 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一批，你看看这种手镯，天哪，100多少钱？双布，全部打包，好不好？双布单是打包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乱做，好不好？姐姐，一起，好不好？一起多少钱？一斤一斤要打10万啊！一斤打10万，这是没纹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价格。因为我的老天爷，你怎么不去抢劫？你要10万一只啦？这个飘起来了，你还来买吗？这全部精雕来的，瞧不啦？你公司感觉？这一双料子确实可以，但是它这个价格也可以啊，姐妹们，你看一下，又娇又软又干净，花的话全都是那兰花，好漂亮啊！这一双娇娇润润的，不要说这么高了。咕噜咕噜加工的好东西，天天咕噜咕噜加工的，你要卖给我吗
第一手的话，应该都是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之间的圈口，每一条的话都是干净完美的。它的飘花的部位不一样，但是的话是来自同一批。这里面的话就没有或多或少区分，每一只都很好看。你说卖价？我说卖价一块钱好不好？给你。 28万最低价，好不好？28万。对。28万来不要，好不好？给你。二十八万。可以。二十六万了，六六打十了，好不好？你搞价你说，我给你。我帮你打五，全部。全部。对。少了不要。一只23000。买不了。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，但是价格好。那我到了店里，好了，你看一下来东西，你看一下来缅甸窝里。合适的话就给你开张了。你好，感觉已经这里买不了，全部。 好好改价好不好？23000一只。已经23000。对，一只23000。不行。你要我过来，你又不卖给我，你干嘛让我过来了？不行，真的好不好？你好好改价好不好？一个价。好好改了。我给你这个价格，你要卖我就给你开张，你要是卖你拿走。怎么？23000一只，全部打包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可以的啦。不可以。再给你加1000块钱，93000。93000。对。98000。九万八，九万三，九万八，九万八，滚！马上就走了，谁还给你磨磨唧唧的？看不多了，行吗？行。哎呀，这个缅甸朋友太拉下了。马上给他钱。哦，这个手镯可以哦，又娇又软又水，第一只的话就这么一个价钱，性价比很高哦。谢谢你，猫舅啦。姐妹们，这一批啊，啥意思？来的好好改价，好不好？好好改，这一批的话拿回去给棉纺络姐妹们，性价比确实真的很好。 这种在市场里面的话，随便一只的话都是要5到6的，很好看。先给他们的手了，我就家里先给他来，走。这个手是我的了啊，我今天去取钱。家里来，走。